媒体报道，近日有网友整理出李现大学时期照片，照片中的李现拥有青涩的帅气，阳光又活泼。网友纷纷留言道，李现青涩的时候也很帅的，对比现在精致的帅，更加的成熟稳重了。时间没有在他脸上留下痕迹，上天也一直很眷顾他。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现男友依旧是魅力十足，随时散发着无数的荷尔蒙。